亮的声音来自安装在我头顶16米处的博士半指向性扬声器。这个扬声器的大小相当于我身边并排的12个标准足球，而它声音的覆盖能力是其本身尺寸的1000倍，达到700平米。如果是一个标准足球场，我们只需要10个这样的扬声器就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覆盖。深圳会展中心室内的展示空间达到50万平米，相当于70个标准的足球场。我们总共设计了425只博士半指向性扬声器，对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室内展示空间进行有效的声音传递。会展大厅的建筑特点使得我们只能选择采用吊装扬声器。传统的吊装扬声器会对天花板造成很多无用的反射声，使得声音变得浑浊，听不清楚。博士半指向性扬声器采用了14个单元，通过特殊的声学设计，使得所有的声音能量全部朝向地面，不会有任何无用的反射声。响应客户的速度，用走的怎么能行？针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特殊空间需求，经过几轮专业的声场测试，我们为客户量身打造了这套音频解决方案。为了应对严苛的工期要求，博士团队整合了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的各方力量，将原本8个月的供货期缩减到2到3个月，并且保证了博士高标准的质量要求。过程虽然很艰辛，但结果很值得。在这么大的范围内，每个展馆既要能够独立使用，又能够集中管理。如果没有 IP 网络技术的支持，这点是很难做到的。我们使用的博士公共广播系统既具有灵活的系统结构，又能通过 IP 进行扩展，很好地满足了这一超大工程对于紧急广播系统的要求。